这一伙不需要多，未发现不安那需上锁，在课堂请踊跃，请不要多，但泛民必先得许可。过去的明天将要被改造，路过的迷失方向，接受引导，走进历史乱途，放纵的文化自由亦不保，美好的全新章节，几百万人口会教你如何自保。就算未剖开已经很赤裸，面对着更支配的耳朵，大脑被清洗到这种结果，亦会自己思想封锁。理想的寻找不到是死路，自我的人生一套也换角度，复制着的恐怖，最美的成长中那份骄傲，确信的曾经一套打压受压后。